我将让世人一窥传说中的生物，被时间遗忘。飞猿飞人，体型巨大，它有许多称号：大脚怪、雪人、野人。其实我叫苏珊，苏珊，苏珊，对，苏珊，这是女生的名字。哎呀，没错，好适合你。我需要一个熟门熟路的向导，你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冒险家。你到底要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很寂寞，我的同类只剩我一个。但是世界另一头有一种生物——大雪怪。大雪怪应该是我的亲戚，你能带我去吗？我向你挂保证。猜猜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挂保证？只是一种说法。 不错，什么意思？好棒棒！敢问啊！酷宝魔仙传说团队全新力作。如果你想要找到你老家，就得要低调一点。嗯，有怪物。 哇塞！现在大家要一起吹风了。史上最强冒险。好，先让我搞清楚，你们打算千里迢迢跑去喜马拉雅山找大雪怪？我知道通往山脉的秘境。你们在找嘎木？不管你们做什么，千万别提那只鸡。不料鸡，懂了，点点。嗯。您好，崇高的嘎木。这是我的荣幸。那只鸡是怎么回事？休杰克曼，这并不容易，但我们。 会替你找到老家。容易杀马纳，休·陈·丢下来！快，我抓住你了！查克·格里芬纳奇，香格里拉，我们称之为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快滚，我们讨厌你！大冒险家，快把我丢上去！我觉得那体重太重了。谁说的？听着，用力往上丢。哦，抱歉，刚刚有点手滑。